吃饭啦！他们哥哥姐姐爷爷奶奶们吃饭啦！今天吃个和味方酸辣粉，这个酸辣粉现在活动啊，16.9发六桶啊，回家开水泡一泡就可以吃了，有多种口味啊，非常划算的，姐妹们。这是你的勺子，
随便吃去了。你吃饭，我不要吃完5-6分钟就可以了。这天气热最适合吃，我这是一袋的量啊。这个五谷鸡爪是有声客他家的啊，这个五谷鸡爪去骨留筋啊，有三种口味啊，中辣的，500克的啊，98.2发三盒发三桶500克的，也挺新的啊，吃起来。妹妹来个小的，哪里都是。咦，那个舌头伸得太长了吧，快擦汗水去。太甜了，最甜是最适合吃的了。这个冰淇淋最好。